2006年的保时捷卡宴结婚款，这是车的前面车没有洗，车没有洗，车挺脏的，车是挺脏的。不过我给你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洁，就是这个轮子、刹车盾徽，保时捷的盾徽，然后。车的侧面，都没有清洗车子。然后那个 S4 站去了 S4，然后这是我们学校的那个。停车的那个标志，啊，会，车的尾部，这边是两个排气，这是两个排气，一左一右。轮毂，左轮毂，右轮毂，前侧啊，侧面，好，然后到里边看一下里边，好嘞。是里边这样的，进来之后，啊，这个是后座，这个是门把手，然后中控，这有个空调可以调，这个都是 OK 的，中控台都是 OK 的，哦，我的鞋。这是最后一个，这个皮质都非常新，因为我皮质都是用那个保时捷专用的这个皮革保养的后视镜，然后进入到中控部分，中控地毯都原装的。都是 Porsche 的，到这里地毯都是 Porsche 的原装地毯，然后前边是这样的，好嘞，中控不带大屏幕，不过是一个那个带收音机 CD 播放的一个播放器，这个效果也特别好，然后手动挡，哦，自动挡，好，档位。就是椅子，皮垫保养的特别好，都是保养的特别好，特别新。椅子是全电动的，三组记忆式的椅子，然后这上面是天窗，拉开啊，自动的，车子启动了自动的天窗。好嘞，控制，有三种模式可以选，天窗打开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。好，中控台，底下是刹车和油门，看一下，刹车片特别宽，左边是手刹，刹车片特别宽，刹车性能特别好。这是灯。然后再给你看引擎，出来了。引擎里面可能会有点脏，
但我不知道。绝对是没有开过箱，没有用过的两组灯，引擎就在这儿。雨刮特别粗壮。然后先开后备箱了。后备箱都是纯液压，全是液压后备箱。然后这有个这个拉伸，可以放下去，这边。然后如果你不需要，哦，还有这个 Porsche 的这个专用的它的这个遮阳板，也都是原装的，都是这个是我后面自己花钱买的，这个是。等一下，不好拿出来。遮阳板，这是 Porsche 原装的遮阳板，原装遮阳板。这个网上买的，这个都是100多块钱，100多刀，这个都是。然后，如果你平时东西少，你可以把这儿拉出来，上，拉出来之后把它挂上去，相当于是隔开一个空间，然后都有灯里边哈。这个后边的门是液压自动的，就是吸合式的锁，搭去之后自己吸合式的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没啥了，这个车。好，谢谢。